晚上的雨也终于要停了。现在呢是上午的10点钟。你起来，我做饭。燕姐在给我们做早饭。你起来。小泥毛，你干啥？泥毛。那干啥？饿了。嗯。外面呢，依然是阴天。你也不怕雨浇，还有点小雨儿。啊，离了小雨儿还。那不行，浇完身上一股腥的好多味儿。看，一会儿跑九哥家里晃去。热点馒头。来，又跑九哥家串门去了。你看，燕姐在给小年宝做早饭。年宝饿了。年宝也饿了。现在年宝啊，体重增加，所以说也比以前能吃了。多给他点。那可不咋的。现在得一大盆狗粮了，又给放个鸡蛋黄。这床上，这经常怀里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兵临城下，兵哥带你游天下。早上起来，现在呢已经来到了11点。早饭过后呢，我们简单收拾一下我们的露营地。现在呢，我和九哥，我们两台方车就要往尼玛县方向前行。但是呢，今天不准备走太远，初步预算哈，150公里到200公里左右。在哪儿露营地呢？现在还不详。今天呢，这里面的小雨啊，一直是没怎么太停。刚刚的航拍呀，也是很阴，反正对付看吧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。走喽，看燕儿和小年宝这家武装挺全呢。啊，真冷啊，今天有点冷啊，又动手又动脚的。你干啥呢？年宝，年宝等你了，都着急了，刚才就要找你。走上来，干啥？过来了，你出来吧。不是，你干啥？你上那边去，你开车呀、啊、去。哎呀，快去打扰他，去。哎，好。哎，趴我这儿吧，我还能给盖上点。小年宝还盖上点，知道有点冷今天。嗯，嘿嘿，行，一会儿我给你打暖风哈。行。又下雨了。今天的雨好像要下一天。可不是咋的。那前面能不能下雨？不知道。这穷还没毕业三个日子完不了，这哪走了三三里把那也拿回来做梦，怕给的钱的中个谁都完不了，这哪空穷点点的送把那也没和他几夜送，我摸到看着那次来看人家，我莫怎不凶那此刻的把家用，我莫到看着那次来看着去用，次来看着去了，我莫怎不凶那此刻的把家就此刻的把家。怎么样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个地方你就说美不美吧。这个地方呢叫雾马措，是一个很美的地方。今天呢，我和九哥我们就不带走了，就在这里安营扎寨。兵哥今天有点嘚瑟了哈，太漂亮了。高高山上，浑
上你的红妆，你一路放声歌唱，天地间一幅画，你在画的中央，你是丛林上火火的姑娘。蒋建宝，这地方好不好？来，好不好？告诉家人们，这里漂不漂亮？啊，真的是太美了。燕姐和九嫂啊，简单做了两个菜，一个小鸡儿，一个是辣椒烧茄子，这还有一个咸菜。那么今天呢，时间也早，文九哥呢，一人喝一盅。4000多米的海拔哈，应该我俩还可以。看着外面的湖景，我们今天是湖景房了，享受着美食，有美景，美食还是多少有点喘。还有美女，还有美女，美女先不美了，少喝一点没问题。行，昨天点滴、昨天就喝这些。哎，来来，简简单单两个菜，今天还不是很累，今天不累，关键是窗外的景色很美，太迷人了。迷人的景色，让我们举起欢乐的酒杯，然后呢，看看万毅他们什么时候能出来。万毅，来喝呀！来，哥，端起来了啊！干杯！我喝的是茶水啊。那么好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期视频呢，兵哥就做到这里。我和九哥呢，我们两台房车，目前呢是在阿吕羌塘无人区的雾马措旁边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在这里露营休息，明天呢再继续赶路。因为现在呢，各市县乡啊，确实都不让进，但是呢，317还是畅通。饮食不酸都是没问题的，所以说我们呢现在也都是走到哪儿看到哪儿，慢慢的继续前行。那么好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更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